A 轮 ，A 轮上单呢，还行。翻滚中，全军出击！来一个死磕浪。怎么不玩足球啊？没有足球，没有足球的皮肤，只有屎壳郎，黄金屎壳郎。屎壳郎是真好啊！我发现，每天想养一只屎壳郎玩一下，养个一虫屎壳郎。盖伦的英雄他有大爷小凡打一架呀啊二弟学个E啊不要害怕我们有余震回手就是一顿掏Yumalia No Yumalia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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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li Dynasia 假装往上面走让他一 Q 然后我们在这等啊哎给我推一波兄弟还有双 buff 啊还有这种意外收获呢没想到啊如你所言谢谢皇子也谢谢我们家蜘蛛蜘蛛帮我闪现意思挂错啊蜘蛛可以蜘蛛 nice 啊蜘蛛我有双 buff 了你有吗别跑啊、哦！你别跑，来，你别跑，我的炮车，上上上，蜘蛛，上蜘蛛，该死啊，蜘蛛！再来一波啊蜘蛛啊翻滚中蜘蛛不再来一波能行吗这蜘蛛别跑了别跑我干一架呀咋办呢这咋整啊这这没办法那咋办呢
这怎么死的？这是啊，让我这咋死的呀？哎，这盖伦没有用啥，没有啥技能能杀得了我呀？刚才我把他拱死了，他怎么把我杀了的？这是。小兵吗？其实我一开始不被他砸确实是双杀了，不过我一开始我也没想着打呀，谁知道了呀，我寻我一开始想着跑，你知道吧，我们没想打，我寻我跑呢。谁心能打得过呀？那血又不多，升级了一下，升了。不过我左下角的经验条确实我有点看不清，电脑不太适应。这要是我家里头的电脑，刚才高低这是双杀了，真的。我要开矿了，兄弟。900块。好，右边啊，看一看有没有男 buff 啥的呀。有，那把他打了。什么打野来着？黄子打野挺好的啊。黄子搁下路呢，正好俺们把他蓝拿了，马上上高地，兄弟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放心吧。啊！那也太害怕了吧！我就补个刀去。他怕我闪现抠他，我一开始的时候闪现抠过他一波，可能给他打出心理阴影来了。哎，900+900等于多少？1800是吧？那我差400呀。600、700、800，差300块钱。500、900，差点钱。八个人就有了。盖伦有 W 的不好杀，那个英雄有减伤特别猛，不好杀。人差的穴位是有点多，说句实话。算了，不行，上高地拦两波兵吧。这样钱就够了，要不然钱不够用啊，这。好，这回差不多了。
来是兄弟们，公路吃你波兵啊！好，回家，我们钱够了啊！来个小日炎，盖伦怎么把蜘蛛杀了呢？好，蜘蛛居然死了。蜘蛛，不过盖伦这波没大，我们上高地一点都不害怕，好吧，没有任何的问题。先收一波兵，然后再收一波兵就上高地了。来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塔皮，塔皮不要了，塔皮哪有两路冰箱啊？说为什么修刚？我不能死。你不能死也得死，你必须得死。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Shut down。这波肯定是不行，因为皇子过来盖伦有大，我们回家下波再来。那盖伦怎么不跟我补刀了呢？一开始他不挺好的吗？在这地方跟我补刀就挺好的，补着补着发现这盖伦啊不补刀了，跑回家了。再来来呀，上波他们把大用了，这波他们肯定没大了，我们再来一波。你看对面的兵线一直就没有兵，看见没有，没有兵，没有兵线，我在高地把他兵线一截，他们就永远也没有兵线。先把上路的兵收了，如你所言。An enemy has been slain. 要小心。Shut dow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不动摇。An ally has been slain. Enemy has been slain. 拜拜。我又走了，我又来了，没想到吧？这哪里来个莫甘娜呀？这
哎，小兵小兵小兵，哎呦，人有点多呀，这防御塔啊，下边再来，把这药卖了，咱们来就来把小长剑，那塔砸了我至少能有四下以上吧，五下差不多，砸了我五波，分女儿没了，打小龙不？打不打个小龙啥的？打我啊！打我啊！为什么不打我？我决定往下路走这波。哎，这下路还能有人呢？亚索吗？亚索。我们就杀这盖子啊！来来来，来点队友，来点队友，随便来点队友就行。先杀盖子，盖子有斩杀。来点队友，来随便来点，随便来点。来呀，别怕别怕，这没有什么好怕的，不要害怕呀。点人。怕个什么玩意儿呢？先杀摸干辣，别怕别怕别怕，兄弟们，给我收割！那是干哈？又大我的盖伦，大了我600多，没办法，这英雄太膈应人了，这。那盖伦这玩意儿一个大我600-700，我一共就2400滴血。我还靠着那点血吸血呢，这啪一个大，该死的！那点钱怎么办？哎，推个塔可以。要小心。刚好给我推个塔。哎，翻滚中，好疼。好疼 ！A 了呢，这怎么不打了呢？哎，太烦！一点血吧。好，我们又来了，就这个位置了啊！居然又让我进来了，哎呀！
莫甘娜火了啊，俺们撤。四个兵走了。莫甘娜不行，莫甘娜有盾。还人呢，这是啊！哎呀！输了吧，输啥呀，他们守我那下路都拆高地了，不去守去，你这跑过来杀我来，杀杀呗，给你杀，你说你杀我这么长时间，我还是226刀14级，我们只要在对面高地横行霸道，即使死也是赚的。打个红先，先来个红啊、哦，难受的是他们，永远他也推不掉塔，俺们家一个塔他都没掉。我再去，哎，我这波我再去，有蓝没有？算蓝咱就不打了，蓝打不打其实无所谓的。我先把这个兵给他收了。为什么瞅我？为什么？为什么要瞅我？为什么？就他妈是这几个人，哎呀，烦死了！又是他俩。哎哎！有意思。这阿卡丽什么皮肤？风刺儿。好像还行哈、哦，他这叫皮肤。阿卡丽。我今天绝对得把这皇子杀了，我受不了了，我必须得杀了他。这皇子跟这莫甘娜这俩人啊，今天你俩必须得给我死。你不挺猛的吗？啊，你不回回跟他莫甘娜一块走吗？回回的，啊，回回的，回回的，回回的，奶奶个腿儿的！回回的，这么嚣个！行，不完了，我们够呛了。盖伦有个红，皮克秀，16级，来个燃烧宝石。红 buff 属于真实伤害，把我烫死。哎呀，这咋没有红 buff 的伤害呢？这。冲入一波，我们16级了。
出日炎其实不拖节奏，出日炎主要是为了撑撑血量，这血量不行，血量太低了。没事，哎，咱就把这盖轮杀了，黄汁可以。哎，对面的亚索咋这么难杀呢？感觉为啥呢？真的，这亚索好难杀。我一开始我去打他的时候，他是绿叉加上破败，他就特别难杀，不知道因为啥。莫干了，莫干了，还没有魔抗啊，我看一开始没有皮牌这种这种东西，没有魔抗。斗地主，50万。